协助学生就学就业无缝接轨。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积极建构三光合合作平台，每合企业和学校三号举办台南市政府三光合合作签署仪式记者会。由市长黄伟哲、健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国松、中华医师科技大学、台南应用科技大学、昆山科技大学以及嘉南药理大学做会签署合作备忘录，将透过业师教学、企业实习、留在培育三大方向，三管学做会合作，培训更加优秀在地人才，留在台南发展，做会在台南吃头路，过好生活。24所学校跟8所企业能够经过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媒合，能够推动这个实习计划，所以呢，将来不仅是我们台南市政府欢迎同学，不仅是我们台南市政府欢迎同学来实习，也将介绍好的企业让同学去实习。我觉得这部分对于企业来讲，对于市府来讲，对于同学来讲，以及对于学校来讲，都是多赢的局面。所以我们希望说，在这个部分，我们需要营造多赢，而且对市民来讲更多的保障，这个实习计划会努力再推动下去。